文字多少年后你已忘记，就是风残雨斜，迢迢千里，我仍旧在内心深处怀想着你。读到朋友的信，会不会激起一些尘封已久的回忆呢？一松涧，结草庐，读书声，翠微深处，人间自情还自语，念青山白云不去。虽然作者是离我们好远好远的宋朝张可久，我们可明想到作者在当时心意恬静的感受是多么的令人向往和陶醉。其实只要我们摊开兴致，拿支笔向心灵契合今年老友，或向天天碰面的同学同事，更可借大众传播的媒体报章杂志投述你的体验和心声，这样的效果必然具体而久远。我们今日能和古人共同研究孔孟学说，共读韩柳文章，共赏李杜诗词。古人有道，若还与他相见时，道个真传世。不是不修书，不是无才思，绕清江买不得天样纸。像这样的表达真是质朴又传真。我们不必买天样纸，只要能够在纸上修书几笔，点缀一下平淡的生活，何乐而不为呢？